今后的气运派交给你们了，李仙哥是剑宗最后传人，也是消灭妖界的最后希望，务必好好照顾。副长将，副长将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放我回去。啊！你轻点啊，好歹我也算是你的救命恩人吧。哎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本座饿了，你去给本座找点吃的过来。为什么要我去？神通广大的妖界之主连弄点吃的都做不到吗？到底去好吗？我去找就是了，找个吃的而已，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别看这家伙这么拽，还不是打不过李哥哥。等我从这个鬼地方出去以后。你从这里出去后想做什么呢？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过不去另外的平台，就不方便帮你找食物了。啊，这是藤萝树。那这个印记又是什么？本座的符语咒，两个时辰之内你必须回到本座身边，不然你知道后果的。好好好，你老稍等，我马上就回来。竹子，我自己吃倒是可以，不过那老妖好像是鸟吧，不知道他吃不吃。这家伙为了解除封印才把我弄来这个世界，也不知道能不能靠他回去。愿小鱼一辈子健康快乐。妈妈，我好想回家。这是我自己？都已经两年多了，真的没办法了吗？爸爸，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两年？不对啊，我在这个世界才过了一年多一点而已。小鱼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妈妈呀，妈妈带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，你张嘴尝尝看好不好？妈妈，我在这里呀。那个世界的我死了吗？不要，我女儿还活着，不要把她带走。我就在这里呀，妈妈。真的回不去了吗？东西呢？给你。好鞭法，力透十倍，切面平滑，就是准头不太行。死丫头，敢戏弄本座。不就是要杀我吗？对得准一点。你真不怕死？我本来就是想混吃等死才变成的熊猫，谁知道变成熊猫后每天都在担惊受怕，好累哦。反过来想想，我就不听你话，至少还能气到你。本座活了漫长岁月，头一次见到你这般不敬不畏一无所求的生命。你之前可并非如此，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？有留恋才会怕失去，我还怕什么？哦，你看到了什么？那个时空的我已经死掉了，到死都没有吃到妈妈做的红烧肉。在这个时空缝隙中，
每个人的过去未来相互交汇，所有过去都是注定的，但未来却不是。把你送回怎样的未来，都看本座心情。也就是说，我的未来还能改变？现在还想死吗？不想，请您原谅我的无礼。你想吃什么，我马上帮你去弄。还真是没有骨气的小家伙，本座需要补充元气。既然你没有及时献上贡品，那就只好用你的血来补上吧。小鱼，你醒了。你是林宗的朝心河师姐，这里不像齐云派总坛的房间。没错，这里是齐云派林宗分坛。望若海，桑之岛，